的，今晚呢咱们呢有3天假期，偶尔呢你也会发现说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，然后也算是得到一个身心的舒缓哈。那今晚我们入住温的酒店，也许你也会发现呀，当地的民众们带着自己中我们是可以享用等等哈。到了酒店之后，我会和前台去吃完饭立刻去泡温泉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容纳去泡温泉呢至少要是北海道地区道后温的。你像道后温泉是金色的有点像是大泥巴那样的一种感觉哈，那银汤呢就会非常的清澈等等，所以每个地区啊也不太一样。那石河温泉呢，我们今晚住的呢可能会它不是和服啊，和服的话呢它会更有考究。那这样的一种传统方式更多的呢是呈现在这种合适的房间，也就是榻榻米的房间，这种一定要和大家分享类似于我们所讲到的浴衣的形式哈。它的浴衣啊有两根筋，哎，它不是有两根筋吗？左压右，左压，然后穿着浴衣啊在榻榻米的房间，前面呢会有小的这样的木质的茶几，你说放上一点小的茶杯哈，自己呢摆几个 pose 拍拍照片，一看你就来日本了非常的有日式的特色。那晚上在自己房间穿好就行了。天气比较凉，浴衣的外边呢会有这种类似于外套一样，这个外套呢都是在自己的房间挂着，在自己房间穿着走出来就好了。浴衣呢是在酒店的一楼前台去选择，到达酒店的时候呢我也会提醒大家等等啊。依据日本的文化呢，也只有所谓的黑社会哈，左摆龙右摆虎的这种这类人群吧。然后呢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到温泉池子里边泡一泡，人都泡敷了，不要泡那么久，5到8分钟上来缓一缓，透透气，然后再泡第二汤，舒缓一下。然后如果说觉着还不够解乏，你可以哈。那温泉酒店呢温泉呢是在一楼的，再次开放开始营业，所以起得早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早的时候呢再去泡上两汤。但是呢男汤女汤明天早上会兑换，所以呢睡眼惺忪的时候看好门帘，还有男汤女汤哈，这样子。然后晚餐到达之后和前台确认温泉营业时间晚上12点，明天早上的5点钟再次营业。还有明天的早餐它是7点钟开始营业的，明天早餐的地点和我们今晚吃晚餐的地点是同一个地点是在二楼的。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好好的泡个温泉睡个好觉，然后呢好好的舒缓一下这样子。明天游走的人都是非常有当地特色的，以这种天然的农畜牧业为主的一个小行程，明天哈，是看这个瓦萨比的农场，还有这个味增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储藏室一样。然后下午呢会去到高山地区，这是明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。随后呢在这个高山地区的前面呢，我们还会去看一个这个大钟乳洞这样子。好的，那关于泡温泉的话呢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有什么问题再随时跟我讲哈。就这块云彩，大家往左手边看。看到哈，的猫伏击。
看到哈，就是这样的一边，就还有积雪覆盖。You can see the snow, right? Yes. 嗯，哎，有看到哈。之后至今处于了休眠状态，已经超过了300年，所以这个很多地震学家。看左手边富士山的山头山尖能看出来了，左手边有看到吗？ Oh, okay. You see the top of the Mount Fuji. Yeah, it's Mount Fuji. 嗯，有看到哈。Now no clouds is the trees. 下面那个云彩上面一点点。Ha ha ha!